यहाँ जी सब्जी कोई जी जी यहाँ今年这样也是呢，就是看很简单的心，放一些切根的心，准心的敬拜，让你准备关掉。来呀、啊，让你跟切根所有的主生命来庆祝，我都准备。俄罗日头甲月亮的上帝，俄罗光明正心神的上帝。来啊！咱就甲这边以及阿那同齐唱歌。咱的目睭已经看见救赎，就是上帝赏赐予世间众人的礼物。来啊！咱做伙来唱歌，得到咱的上帝。过来敬拜，为着咱出世的圣子基督。这边咱们饮圣诗。在伊圣诗三百空之首，目边啊，见着耳朵，旁边人听起。这边那边是感恩的祈祷，看咱阿婆祈祷，我哩天天的拜上帝，我们感谢你未来的照顾，从教会来无拄着恶当当的事，对你这一来，我拄着这世纪新的大灾难，中国武汉肺炎的侵害，因为安尼，一个人无工作。除了经济来源，一个人伫生活困苦中，也有一个人患病，忍受肉体真个艰苦，阁有真济人就安尼丧失了宝贵生命。即件真济个灾难，对阮个打击也真大。只是生活伫惊吓中间，心内一直拢无得着平安。现在，阮有需要说。咱知，你是阮的瓦壳，你是阮的石盘，阮的房山，阮有你的保守，总是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。阮要对心底献上阮的感谢，就是予这个试验会当早一日取得控制，予这疫情渐渐过去，予全世界各国无阁是着这病毒威胁。也予经济会当发展，予人民会当恢复家庭正常生活。日子在过真紧，一望年久，今年最后一个主日，因为圣诗439所写的，日月如梭，哪惧日头？日子过去无信号，回想今年所做。真正过去哪明白？回头来看过去的事，心内便不安挂虑，唯有软弱失色忧闷，忧伤纪念上主大恩。今年是将阮一年来的感受完全表达出来。回顾一年来，阮对你得到偌济恩惠。或者稳定，我就知如何来请助力，来请人来回答你的大恩。我也为着一年来挫折不高无高价的事，求助你来补救。那就做对错的事，也让我会当来反省认错。
就住在下面我的过程。这是我若要为着我所住的美国来胜利选举，总统大选为着选举有做票先进行，投票了后已经将近两个月，要是选举还无结果，就是你的痛，你的攻击，其实是这个国，因为这个国家用你的名设立的基督教国家。三日前，我宣布当前的信徒迎接你的圣诞，让你的国临到这世间，你的公义、你的和平、你的圣诞来掌管是我所住的所在。这是我对你深深的恳求。就是听我自己的声，其实拢是从各自救赎的名来求。阿门。下面俄乐赞美，另外里面唱的诗是《圣诞双交节》。会做邀请，咱就用真实的心来亲近上帝。咱三个是上帝的面前彼此认罪，咱若是咱的罪，伊是真实公义，可以赦免咱的罪，解除咱隆重的不义，才能做会来做认罪祈祷。哦，上帝啊，你有真做一个卑微的婴仔来出世，基督。就是道成肉身的疼痛，你甲阮同在的形式，当阮无用你谦卑、疼痛、甲和平的方式来面对你的时，求你原谅阮，求你透放阮，互阮会当看见你反映伫亲人、朋友、厝边以及生分人面顶的亮光，帮助阮会当带着你的疼痛发出光彩。下界转革，人若降临基督，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有的生活已经过去，新生活已经开始。就知
咱伫遮面，咱有平安，阿门。咱要读上帝话，记载伫《路加福音》书二章十二节到四十节。《路加福音》二章十二节到四十节，照摩西律例，因称节日已经晚，就把婴仔上耶路撒冷被献给主。照主的律例所记载讲，伊若头前的查甫仔要先做血祭祭主，特别献祭，照主的律例所讲，用一岁的家岁也是年仔年仔。如果在主人只要杀人一人，名叫邪兵，一人伊就成变形，平时因无一个安慰伊一个人，正神降伫伊。伊捌对着圣神指示，在伊还未死，去再生看祭主的祈祷。伊予圣神感动，就一边。主啊，耶稣的父母和婴仔之辈，要甲伊照律法的地来行。彼时，这边用手接婴仔，我对上帝讲：主啊，当照你的话，去讨办你的路国安然过世，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，就是你所陪伴、陪伴百姓的面前的。最根来救法邦，这对你一直的背景原根。伊的爸甲岳母在奇怪讨论婴仔的话，这边甲因祝福，佮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，这个婴仔是这个，要予一直的人中，真侪人活着，真侪人起来。也做受病苦的记号，佮你家己的心也要有检查忏悔，互一个人的心来一段念头的落处。做阿叔的指派，发现在一家查某囝阿那，伊是做先知，年岁已经老，对十七路的事。嫁予丈夫七年久，就掌管八十四年，拢无离开店，尽职祈祷，明日服侍。拄拄迄时，伊进前称谢上帝，伊既然真无要责任，得到作陪的人讲起这个婴仔事，因教主的律法行。各项在事明白，做起家己哩，到本城那杀力，影渐渐大，日积勇壮，气势充满，上帝稳定，甲伊支持。这是上帝话，感谢上帝。这边咱就欢喜。咱个草木树要来种植，伊个地脉是新脉，看起气温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圣诞恭喜，耶稣听恁。第二位领受信息的弟兄，请咱先三甲阿头来祈祷。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伫阮的中间，做阮的主。做阮的王，你有降生伫即个地面上，成做即个世界的主宰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来，阮才有法度得到拯救。主啊，阮求你，让阮讲话，让阮传达即个圣诞真正意义伫倒落。予阮的内心充满平安，充满欢喜，
虽然有时有不安，有时有忧伤，总是主万载，伫阮咧行的路途的上尾，伫阮的头前，是永远的欢喜来等待阮。献上阮的祈祷，求你帮助阮，圣神教示阮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我会记得伫我打结婚的时阵，我甲我的先生回来伫后头厝，准备要请人客。因为我的手机啊无电，所以我的先生就甲伊的手机啊，摕予我，我就甲我的爸爸做伙出去买物件。无拍算伫即个车顶的时阵，这个手机就弹吼，我就甲接起来。有人要找我的先生吼，所以我就直接甲伊讲，我见你有啥物话，你甲我讲吼，我是朱太太吼。我的爸爸伫边啊听到我讲我是朱太太的时阵，伊就爱笑吼，因为阮两个人拢也袂惯习这个我所得到的这个新的身份。感觉这个新的身份非常的新鲜非常的趣味我们在那里就滚生笑说，好，现在我已经很多主太太，我已经是很多一个做人太太的人。所以有当时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好，咱的心欢喜条条的一件代志。今仔日早起，咱所读到的经文讲起着两个伫耶稣出世的时阵，就伫迄个所在的老大人，因为亲目睭看见着耶稣基督的出世，感觉着家己的人生已经圆满，因为因所等待的救恩已经临到。这两个老大人，第一位是西面，伊住伫耶路撒冷城，规世人拢在等待主上帝所备办的拯救临到。是安怎伊会当比伊会当遮尔啊有耐心呢？伊会当真有耐心来听候呢？因为伊对上帝要差派的弥赛亚有相当的研究。是一位老资格的一个研究的人，可以说是一个学者。伊知影家己若是看见上帝所请来的救世主，伊绝对袂看唔到，伊一看就会知影。这位名叫做西面的老大人，也伫看见鞋仔耶稣的时，就开嘴讲出迄当时无法度理解的话，换做现代的科学家就会当发觉讲，西面的嘴所讲出对上帝上赞的话语的中间，有科学的原理伫迄内底。伊讲，主啊，打照你的话，互你的萝卜平平安安离开世间，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看去你的拯救，就是你伫万民面前所准备的。伊要做启示外邦人的光，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阳光。伫迄个科学无发达的年代，西面讲伊的目睭会当看去，是因为有光。研究光的科学，甲咱讲，咱人的目睭是安怎会当看去嘞？是因为有光伫咱的四周围。然后西面讲，伊有确定伊所看去的这位婴仔耶稣，就是上帝要予世间的拯救。伊哪会遮尼啊确定呢？因为伊对弥赛亚有研究。西面所生存的年代是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超过700年，南国犹大也亡国超过
550年以上，是安怎伊会当知影上帝所差派的弥赛亚生做啥物款呢？伫耶稣出世之前，上界接近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的一个弥赛亚热门的人选，就是伫主前165年，捌带领犹太的百姓来清扫圣殿、清洗圣殿，予人称作是马加比的迄位犹太。这个马加比就是共推亚的意思，所以犹太啊，伊予人称作是共推亚，因为伊来是要共推所有无合上帝心意的这代志。这个马加比是犹太的一个外号，但是大家拢叫伊马加比。这是西边的祖公迄辈的人所留落予伊的一个记忆，甲所传说的一个印象。那是犹太人要爱有人带领因出来发动革命，推翻罗马帝国，建立家己的王国。安尼，迄位领袖应该是一个伫军事的顶面的领袖才对，是一个军事的气力有法度通好甲罗马帝国来比拼的迄款的领袖，才有法度来符合着犹太人对弥赛亚的印象甲看法。马加比就有符合这个条件。但是西边面头前的这个婴仔耶稣呢，那也知影讲，这个婴仔耶稣后来出世长大了后，会变成做弥赛亚呢？敢讲西边唔捌伊的老爸就是迄个目像约瑟吗？西边是根据什么款的理由，或者是什么款的证据来证明讲，伊所看起的是弥赛亚的？西边讲，唔是迄款老爸是甚物人，迄款的根据，予伊知影，是因为有一道光线直接进入伫伊的目睭，予伊看起。予伊目睭无搁再模糊，所以西面看起着，毋是普通的光，是伊所认定的迄个大光，是一个新家的光。因为伊的目睭本来看袂清楚，但是就是伫拄着耶稣的时阵，目睭突然间铁金，会当看甲真清。会当看个尽头，耶稣就是迄位会当予人的目睭重新搁再一摆看见大光的救主。当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，改变世间人的观念、想法、心思、意念，予人拢产生悔改认罪的心，来归向上帝的时阵。才会经历新家的人，因那亲像是经历着目睭已经痴迷，却去再一摆会当看去这款的事实，因就知影家己所拄着的是救主，因就知影家己已经拄着救主。咱的目睭会当看去，是因为有光。这是符合科学的原理，可是咱的目睭会当看去上帝所为世间人准备拯救的大光，这阁是超越过科学的真理，是因为有圣神的引带，因为有圣神的同在。所以才能得到，所以才能看起的启示，才能明白的真理。
第二位，看到婴仔耶稣的老大人，是一个老阿伯，名叫做阿纳，伊是一个女先知，伊规世人有大部分的时间拢照管，住伫个圣殿内面来服侍上帝。伊一个看见耶稣，伊就知影讲，伊伫上帝面前久长的祈祷已经予上帝听去，然后就对所有甲伊有共款心愿的人来传讲，讲伊已经看见救恩。伊甲西面两个人，拢是灵性真清澈的人，伊逐日仰主上帝讲话祈祷。在伊看见耶稣的时，伊也听见主上帝仰伊讲话。伊是一个先知，一听见上帝的声，就会当认出来，所以就认出上帝所准备的拯救。婴仔耶稣，西面甲阿纳所伫等待的救世主，变成做一个婴仔的模样来出世。因看见了后，敢会真正失望呢？对因的反应来看，因两人唔那无失望，佮充满信心佮愿望。西面知影家己总算会当安然离开这个世间，是因为伊知影伊家己看到的是弥赛亚。阿纳知影家己的心愿已经达成啊，是因为伊已经听起上帝的声，甲伊讲，讲这就是你的等待的救主。这两个人的反应都不是普通人的反应，甚至西门啊西面会当看起讲将来有迄款普通的这些世间人的反应，是要起来抵挡耶稣的。所以西面甲玛利亚甲约瑟提出警告。因为世间人的想法甲上帝的心意完全倒变方向，弥赛亚救世主的出世是予真侪人的心受到刺激的开始。若是安尼，耶稣是要安怎样带来人人拢需要的安慰呢？伫即礼拜庆祝圣诞的时阵，啊，我真正有迄款的影响，啊，受到咱教会叶明兄的邀请来参加因家族纪念啊，叶明兄的母亲朴玉姐的一个对书祈祷会。这个对书祈祷会是办伫个圣诞暝的迄一日。我是安怎讲我真影响，因为我伫个朴玉姐在我们教会的那个时期，我没有真正有机会通好跟他熟悉。一直到他破病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他，他已经倒在病床上，上帝就要叫他回去。所以在那个聚会中间，我听起到这些家里细碎，这位少年阿嬷，这位少年母亲啊，朴玉姐搁做阿祖吼，还搁有囡仔孙吼，拢伫个即个聚会中间，透过网络吼，大家会当啊见着面安尼吼。因来讲起朴玉姐的大大细细的代志的时阵，互我感觉讲，这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疼伫即个中间的一个家族，因为因对人离开这个世间，并无惊吓。伊对朴玉姐登去到伫天顶这件代志，无有过头的伤心，甚至充满感谢。
这可能是普通的人无法度理解基督徒的所在。想做基督徒面对灾难、面对困难的时阵，会颠倒并产生一个愿望的心，一个期待的心，有一款对未来的确定，的迄款的欢喜，对心底发出来，是安怎是这么奇妙的一个反应呢？这个反应跟普通人的反应是安怎这么无同款呢？在这的杨明兄的这的亲人在分享的时阵，在分享对破局者的一个回忆的时阵，我感受到就是，所有的这些有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亲人，对着耶稣基督的拯救非常的确定，因为这个确定，他们知道在将来要再跟妈妈，要再跟阿嬷在天顶三个见面，这就是这个家族所期待的，这就是这个家族真正需要的拯救。这个拯救不是只有祈求在地面上的身体健康和平安而已，这个拯救会刷到在永远，将来要再有机会跟我们过往的亲人三个见面，这款的确实。所以我感觉我真荣幸参加到这个家族对书破局者的聚会，心里面受到深深的安慰。我在讲道的中间，我有讲圣诞节期，感慨在今年对真多有亲人过往的家庭来讲，是真正无好过，因为因必须爱面对伫食饭的餐桌的座位中间有空的座位，有因所疼的亲人无搁再有机会甲因坐做伙，伫因的边啊做伙分享。做伙欢喜，迄款的笑脸会真多，真大的一个忧伤。总是伫安尼的时期中间，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，犹阁会当保持信心，保持等待迄款的状态。这是让我们感觉非常奇妙的事情，到底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等待什么呢？他们所在等待的不是只有耶稣基督出世在这个地面上，他们所在等待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，所有的人有搁再一摆三见的可能性。我伫破局者的对书会的顶面得到一个感想，就是这个家族是一个甲因所疼的老母、甲因所疼的阿嬷阿祖交托予上帝的家族。所以伫对书的中间，虽然有唔甘，但是搁较侪的是感觉真侪。破局者的子孙真正光荣，这款的感受，搁较侪是对破局者所做的一切充满感谢，也安然接受上帝的安排。破局者就亲像西面，就亲像阿那，因知影搁来人生的下一站要到倒位去，因已经亲目睭看去上帝稳定临到。所以对所要去的所在有期待，
但是无有任何的丢度。因为安尼，咱会当讲，遮个人的人生是一个圆满的人生。西面甲阿那正做一个对家己要求真严格的人，伊无容忍家己伫个半犹半怀疑的中间来传达上帝的话语甲心意。所以，因一直咧追求会当互家己完全相信、完全交托互主的一个确认。一直到因看起婴仔耶稣，才完全确定家己的性命会当得到完全的拯救，会当得到妥当的安置。然后，因就开始行动，向人讲出这个通信。通好挖苦的好消息，这款的精神实在值得咱钦佩，因为咱伫这个地面上，咱伫这个世间，常常要为着家己要宣传什么，拢无讲真确定这款的精神来产生怀疑，常常会拄着。家己要宣传什么，拢无真确定这款的现象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啊，教会答辩演圣诞剧，一定会叫到我，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拢伫教会服侍，我的阿公阿妈也拢伫教会咧出入，所以答辩，因拢感觉讲，因为我会晓唱歌，所以答辩拢叫我爱。扮演这个天使的角色，啊，我自细汉都一直扮演天使吼，啊，报佳音、传佳音安尼吼，但是唔知影家己咧讲的是虾米吼，因为拢是大人教，吼，啊，囡仔就对咧讲安尼吼，啊，一直到有一年吼，我开始感觉我做欣赏玛利亚，吼，顶礼拜普牧师讲到中间讲，玛利亚是一个完全信靠。啊，上帝啊，相信上帝传予伊的信息啊，完全接受的迄款的女性。啊，伫个演剧的中间，我着常常拢会欣赏玛利亚，因为玛利亚的角色就是真正真 laid back 吼，伊拢真正真安尼平安吼啊，一身人啊，就是安尼坐伫遐吼，安头坐到尾，拢唔免讲话啊，嘛免唱歌吼，嘛无啥物。啊，台词吼，所以啊，看起来真轻松安尼吼。所以有一年，我就甲我的妈妈要求讲，我一定无要阁做天使，我要扮演玛利亚，因为我要安头坐到尾吼，拢卖唱歌安尼吼，安尼上好安尼吼。好，迄就是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啊，真正哦，迄一摆吼，我的妈妈给我烦甲吼，挡袂牢吼。啊，我的阿嬷嘛唔知影要安怎吼，所以两个人就真正互我做玛利亚安尼吼。但是我的玛利亚生做甲我想象的玛利亚无同款吼，想象的玛利亚拢是哦头哦安尼满迄个足水的迄、那个哈类似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头巾吼，安尼看起来足安尼优雅吼啊，足水安尼吼。但是我的玛利亚。就是绑着一条阿婆的头巾安尼吼，所以予我印象真深吼，吼变成做欧巴桑安尼吼。但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从头到尾唔免唱歌，因为迄当时的我，犹阁唔知影天使伫报传佳音、伫报传好消息的内容是甚物，因所咧讲的即、這个啊好消息。真正的福音是什么？我还没了解，所以感觉特别都爱唱歌，都爱说同样的这些话，非常的亚瑟。兄弟姐妹，当我开始真做一个团队正了后，我跟自己说，我不可以再做一个两公的天使，因为没了解迄、那个家己所报传的消息是甚物？家己所传的迄个好消息的内容是甚物？家己拢无了解，
啊，伫真无用的中间，就清清采采传主的好消息，家己拢毋知影咧传啥物，家己拢无确实，安尼是袂用得的。所以，请容允我来问咱大家：基督耶稣敢有降生伫你的心内面啊无？兄弟姊妹，请咱毋通用对流行、斗闹热迄款的心态来过圣诞节，来经过、度过即个假期。那亲像别个宗教的信徒所讲的讲，吼，咧甲神明做生日。咱毋是咧甲神明做生日，兄弟姊妹，请咱一定爱了解基督耶稣出世伫即个世间，代表真正的意义、真正的改变是甚物。耶稣基督是为着要完成上帝对世间人的拯救计划，再来到即个地面上，再来到即个世间。上帝真多，真正真多。肉身对婴仔的款式，体会人类所有的欢喜、忧伤、烦恼、艰难。在牺牲自己的时阵，来完成上帝所交代、救赎、挽回的这个罪。这个罪带予所有世间人有机会，会当将咱所犯着的罪交予耶稣基督，得到赎罪，得到赦免。最后，耶稣基督对死里个话，得到胜利，然后无搁再死。所以，当耶稣出世了后，所有看见这个上帝为世间人备办的救恩的人，拢变成做得到证据。什么款的证据呢？得到证据，相信上帝的拯救已经临到伫因的身上。这阵人就成做基督的信徒，成做基督徒这个身份。对，成做基督徒这个新的身份的开始，过当日的早起，变成做这个基督徒新的身份的头一日，每一个人拢会当亲像西面，还是阿那，感受到心灵得到真正的透白，就算随时要面临地面上的性命的终止，但是。真多相信上帝救恩的基督徒的身份，咱所遇到的每一日的早起，拢是新的开始，拢是见证上帝稳定的开始，是享受上帝所赏赐永远活的活命的一个新开始。这是咱会当真正真心来讲出。圣诞快乐的真正的原因，这是咱会当甲人讲圣诞恭喜、圣诞恭喜的唯一的理由。这也是心灵得到真正平安、轻松过日子上需要挖苦的事实。所以，咱毋是。到老的那款的欢喜，咱是为着生命得救，充满盼望的那款的喜乐。无论伫顺境或者是逆境，咱人生所需要的福气，一点啊拢无损失，一点啊拢无减少。就算是伫即马现主时疫情的影响，遮尔啊严重的时期。咱所得到的福气，所得到的稳定，是满意的。兄弟姐妹，你敢有欢喜要得到安尼的福气，直到永远呢？请咱三个阿头来记得。
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伫这个庆祝圣诞的时期，阮知阮的性命，因为有得到主耶稣基督，阮已经得到救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将这么大的恩典赏赐给阮每一个世间人。主啊，阮抓安尼的恩典，做阮唯一的欢喜佮快乐，是这个世间所有的快乐无法度通比的。阮只有仰望你，求你擦去忧伤的人的目屎，求你赏赐予遮个失落亲人的家庭、家族，有搁再一摆欢喜，搁再一摆讲出圣诞恭喜迄款的快乐。主啊，阮求你来到阮的中间，真做阮的王，真做阮的主，因带阮到伫路尾，阮要甲阮所听的亲人朋友做伙欢喜庆祝，因为主耶稣有得到永远的胜利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下面我们要唱过瘾的诗，圣诗十二，圣诗我着唱。谢谢城市这个名，方便人请起立。奉献，在我们网络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继续爱
奉献来支持教会时间，请您支票寄到教会地址。弟兄姊妹，咱伫今年作感谢上帝，虽然拄着疫情的影响，行动受到限制，总是咱犹阁会当做工。一直到年尾的时，咱充满最最感谢的代志。咱感谢上帝，予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身体拢得到保守。咱也感谢上帝，伫今年。咱有透过真侪遮个同乡的团体来捐献出对台湾送过来的物资，到伫每一间病院的中间，来对即个医疗产生帮助。咱也感谢上帝，予咱会当伫行动受到限制的中间，有缘关心着大学的学生因的生活。咱也感谢上帝，予咱伫今年，咱的老大人、咱的囡仔，出出入入，拢有得到上帝保守平安，无受到任何的感染。所以，咱伫年尾要到进前，请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伫今年，咱献上咱满心的感谢甲奉献，嘛献上咱家己本身。真多上帝使用的工人器具，予咱伫每年开始，咱的教会就会当搁一摆投入伫所有上帝呼召咱爱做的工，伫各方面拢继续赏赐咱充足的智慧佮丰富的福气，请咱做伙用咱的行动。来献上咱的感谢，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，听堂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今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年。在今年的中间，阮所有对台湾移民来美国的乡亲兄弟姊妹，会当有机会。亲目睭见证着台湾民主化的过程，选出阮感觉适合领导台湾的总统，祝阮献上阮的感谢。阮也感谢你，虽然接续落来的日子就拄着真大的病症。COVID-19 武汉肺炎的影响，直到最多人开始过着生活受到限制，行动有所准则，这款的生活，总是祝我的心犹原保持热切。我真希望透过安尼的一个时间，我会当思考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会当重新看阮家己的人生，敢有符合伫上帝你的心意？主，阮感谢你，予阮有安尼反省的时间。伫家己一个人静静的时，会当思考要安怎样做。更加来亲近你。在跟人计较的时，虽然保持社会的距离，总是住在安尼的距离的中间，阮犹原会当表达彼此相疼的决心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，求你继续使用阮，使用阮所奉献的一切。加做你的器具，加做你所采用，时间真重要的路用。主啊，我求你，予我会当伫每一日中间孝顺主你，享受予我的稳定。
无论是老大人，阮家己本身，或者是阮的囡仔，伫教会内面，互阮真侪三角联系的一个大家庭，互阮会当透过网络、透过电话联络，互相的关心，搁一摆讲起，祝你已经降生伫阮中间，奇妙的见证。你时时刻刻甲阮三个弟弟，你永远无离开阮。祝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，也献上阮的期待，求你帮助阮伫新的一年，阮会当安安抓牢你，紧紧跟随你，阮会当无离开你的引带，无离开你的教示，互阮。甲厝邻的亲人相佮斗阵的时，会当继续分享主你的疼佮稳定，也予阮紧紧有机会，达人会当返去到伫工作的所在、服侍的所在，继续用阮的行动来见证主你的稳定、主你的疼痛。这个时阵。我要用主耶稣基督所教习惯的主祷文，做回来祈祷讲：，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，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错阮入伫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到代代无尽，阿门。下面报告，咱多谢顶礼拜日清明节日二有归阮姐、德军姐、文学兄、周连姐、余清姐的圣诞节分享。后礼拜清明节日二。你今日即礼拜的拜六，一月初二暗时七点，请大家来分享新年新希望。我若有买有只网络的游戏，详细请咱注意咱教会的 email。是后礼拜礼拜日一月初三，今年四月二要移除一项上午九点举行，咱的牧师。要将咱讲解咱教会儿童一年的主题。每一个礼拜，咱有分享平安。顶礼拜是生活的祝福甲物平安，这礼拜是要创人兄甲庆林这个家庭。特别提醒，年尾要到，请咱儿童儿年。十部的中级同工团结会长，其他把阮每季的报告，啊，甲儿童子女的工作报计划，较紧寄予教会的各办公室。互啊，需要翻译的，请较早提出，互伊有时间来作业。咱真欢喜，恭喜本会文义兄。甲少林姐，佫一次，做阿公阿嬷，伊个公主 David， 佮伊媳妇 Julie， 伊个二囝是顶礼拜出生，伊个名叫做伊莱亚，母囝平安，感谢大家在座。下面咱要唱《煞尾平的诗》，台语圣诗五十六首，听听期待欢喜的声。旁边的人拿起来
愿平安因带阮度过二零二十年的上帝，搁一摆因带阮迎接二零二一年的来临。愿耶稣基督的拯救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充满帮助，予阮每一个人伫疫情影响的中间，有愿忍耐听候。等待主降临伫阮的心中，也欢喜主降生伫即个世界，做阮的主，做阮的王，因带阮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礼拜到这结束，咱就做闭会，啊，继续留咧看咱最后的几条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宗仁，我差不多在四十当中搬来 New Jersey， 啊，就参加咱的台币团体教会，啊，四十当来伫教会内底有足侪物件，啊，阮的囡仔甲我拢伫教会内底成长，啊，这四十当来，阮囡仔大汉，佮有孙，我家己嘛食头路，食到三当前，我退休，啊，退休了以后。就是做厝的代志，啊，即马疫情开始的时候，拢未当出去外口，所以我就伫厝内哦，伫阮兜后壁去做球啊，做农。去农工。啊，即马啊，叫寒天，寒天来啊，啊，落雪了以后，啊，带阮孙仔伫后壁佚佗，佚佗到足欢喜，吼，啊，恁介绍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圣丁。啊，这是我的妈妈，柯雪，张柯雪华女士。啊，今年真欢喜，拄好我妈妈，今年十二月拄好我妈妈九十岁的生日。啊，我也真欢喜，虽然袂当大大的庆祝，总是我有几个家庭的
诶 member 社会主会啊，伫即、這个，我感谢教会对阮家庭的关怀。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阮有参加 Hillsboro 啊 Bridgewater Princeton 的查经班，啊，佮有参加 Choir 的 Line Group 啊，所以。啊，佮有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啊，有当时也有参加拜山 Living Well 的聚会，所以，阮疫情的中间，阮无感觉无伴，也无感觉讲互关伫厝呢安尼，啊，等到我感觉讲加真侪时间伫厝，加真侪时间甲家庭的人做伙，所以阮也真欢喜，啊。我有三个囡仔，三个查某囝，啊，细汉拢伫教会大汉，啊，因即马拢已经大汉，有家己的家庭，啊，第二个，啊，有一个平平，安安多多平平要未，平平结婚，安安要未结婚，多多结婚，啊，所以因有因的家庭，甲细汉的囡仔，啊，等下阮会分享阮家庭的相片，啊，阮希望。每年大家拢通搁伫教会见面，啊，圣诞快乐，啊，新年快乐，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，多谢。
Thank you.